大家好，我是兔佳，今天我很开心，因为是今天我会去台湾的驻土耳其代表处，我跟他们聊天，我还有问他们有些问题，你们常常问我的有些问题，我还有买了土耳其甜点baklava，因为是你们知道，baklava很有名，所以我送给他们。我们快开始，我们快到了驻土耳其代表处，台湾的驻土耳其代表处，现在我们去那边。他们等我。我真的很紧张，为什么很紧张？因为是我的旁边有台湾代表，就在土耳其的台湾代表。我可以认识你吗？你可以介绍自己一下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郑泰祥，中华民国台湾驻土耳其代表。代表你好。很多台湾的朋友问我，我们想要去土耳其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土耳其安不安全的一个国家，你们觉得安不安全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土耳其呢非常的安全，因为我到土耳其很多不同的城市去，到很多甚至一些偏远的城市去，然后有时候在深夜出去，我也都看到一些土耳其女士在外面走，我都觉得说他们怎么在外面走都没有问题呢？我认为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国家。你们看，台湾的代表说土耳其安全的一个国家，所以你们可以来现在土耳其旅游。还有你们知道最近土耳其真的很便宜，你们来这边可以吃烧麦吗？可以吃土耳其烤肉。我想要问代表，习不习惯土耳其料理？我非常喜爱土耳其料理。第一次到土耳其是30年前，从30年前呢，我就爱上了土耳其。最喜欢的土耳其料理是什么？我自己最喜欢的土耳其料理叫 İskender 跟 Kelepçe， 这个不见得，可能土耳其人有些人不爱吃，可是我非常喜欢。İskender 跟 Kelepçe 真的什么时候我很难吃的，可是代表喜欢，真的我很惊讶，因为是。老人比较喜欢，可是年轻人不太喜欢。因为我是老人，所以我今天中午才吃过的，这个叫做 Ayak Paça 是的。对 Ayak Paça 的。哇，那个是羊角，胶质非常多。对，我知道。非常美味。我还有要问你，很多台湾的朋友们，年轻的朋友们想要来土耳其读大学，你们觉得他们来读大学？他们会遇到困难的地方吗？有没有困难的地方？第一个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要接受挑战，要面对困难。那我也鼓励呢，我们台湾的学生呢，到土耳其来留学，因为你来学习呢，有两个优势，就是你来这边呢，你可以学好土耳其语，同时呢，土耳其有很多的这个全英语的大学，甚至有全法语或者全德语的大学，所以你来土耳其，你等于会学到土耳其语，同时你也会学到英语或者是第三国的语言，距离欧洲又很方便很近。还有土耳其政府给台湾的学生奖学金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土耳其政府非常鼓励台湾的学生到这边来，然后可以申请他们的国家奖学金，这个是很好，所以你们快来土耳其读书，你们看有很多奖学金的机会。我也有现在奖学金，台湾政府给我，谢谢你们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很开心，要不然我没办法读在台湾。可是我真的超喜欢台湾。现在我们有一个挑战，我每次说台湾人不太习惯土耳其甜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很甜。可是代表说他已经超喜欢土耳其料理，所以我给他会不会吃？我来了这边有土耳其酸奶，上次你们知道我的女友试试看这个，可是她说不好喝，可是今天我会给代表，我很好奇她会不会喜欢。代表好，这个是土耳其最有名的这个酸奶，我非常喜欢。土耳其的名字是什么？这叫 Iran。 Iran 对，对，哇，赞。喜欢你常常喝吗？我常常喝，而且我在家呢自己做另外一种酸奶，叫做 Cafe。
Cafe 哇、wow. 哦这是安卡拉最有名的那个巴克拉巴，名字叫哈奇巴巴，哈奇巴巴它有68年的历史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、嗯、68年还有我吃一个，也没事，你们知道我超喜欢，我们一起，嗯，哇、wow, 哦一起一季的话怎么样？ Iran 是那个吃所有东西都可以配 Iran， 除了吃鱼不可以配以外。对对对对，嗯、要不然你们会生病。嗯，超好吃。还有，我最后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活动？土耳其人认识台湾？对对哦，有有，我们在这边经常举办一些文化的活动，到大学里面，然后我们办这个教中文，然后教书法，甚至我们展示我们这个台湾茶、台湾的餐点、台湾的美食。台湾的绿茶已经很好喝，因为是我很想要土耳其人认识台湾，台湾人认识土耳其，因为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两个国家。今天我谢谢代表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谢谢涂家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吗？拜托分享，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。Love Taiwan， 拜拜。